跟球碰撞那种感觉。哇，这个球张泰山打成了左边方向的深远飞球，左外野手周思齐跳起来，但是这个球出场出墙外了，张泰山拉出来是左边方向的红不浪，打的仰角够了，所以这阵风也帮忙他了一下。新农牛队连续三个半局都有分数的进账啊，张泰山这场比赛两次上来打击，第一次打了两打，第二次就敲了一支红不浪。